干嘛坐下了？不走啊？你说你那么优秀，都能参加北大保送的复试了，你都不开心？我学习那么差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不是因为成绩不开心。因为我妹有个剧组来找达达拍戏，她也很喜欢，但是喜欢能当饭吃吗？我觉得真有可能当饭吃。接近马皮的时候进展的怎么样了？我现在和他老大做朋友了，那不比和马皮做朋友更管用啊？你之前和我说让我去北京，还算数吗？你想好了？啊，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。况且他也会去。他也去？朋友约我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别操之过急啊！来，我们敬吴老大一杯。哎，吴老大，哎，都坐下来吃啊，吃的多一点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哎，来来，阿飞，你这个小兄弟有点意思啊。嗯，还希望吴老大以后多多关照。哎，飞哥，你这么说就谦虚了。他们都说你现在不出来，都很难约的。有吗？吴老大一叫，我们不就来了吗？阿飞，你觉得这样行不行啊？干脆，你来接我的班。吴老大，你别跟我开玩笑。别动！吴老大，这不像你的风格，桌子底下藏刀。干嘛？说好一起喝酒、聊天、谈生意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不简单了啊，连个新来的小弟都这么有胆子。他是跟我的，都出去。阿健，我们就当吴老大跟咱们开了一个玩笑，把刀放下吧。吴老大，这个酒还能不能继续喝？酒可以继续喝，生意也可以继续谈。但是刚刚那刀架在我脖子上啊，我现在浑身不舒服。好，我让你舒服。他是我兄弟，他为了我冒犯你，我替他向你赔罪。哎，等一下啊，你今天喝够了，这算是给我一个面子。怎么讲？哎呀！年轻人就是火力旺啊，要多喝凉茶啊！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啊！
生，干嘛去？我告诉你，偷跑还有理了？我就想多试试，不想像你这样，我要做自己。马达达，你以为我不想做自己啊？我要真肆无忌惮起来，你信不信妈下一个目标就是24小时监视你，直到你满足她所有的要求为止。你要真想尝试，我支持你。姐，多尝试尝试也好。姐，姐，其实我都已经想好办法了。我走了。啊，对，姐，你帮我去港货铺买点米，我有事儿来不及。谢谢姐。奶奶，哎，哎呀，小小来了。嗯，我想要5斤米。哎，好，小王啊，来给他称5斤丝苗米。好嘞，快快。奶奶给你拿瓶汽水喝呀。哎，不用，奶奶，我买完米就走了，不喝了。小小啊，这是小健刚进来的零食，可好吃了，拿回去尝尝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吃了，奶奶。小小啊。奶奶跟你说呀，你能不能劝劝小健，让他重新去考个学，整天没有事情做，奶奶我着急呀。嗯，其实小健哥生意做得挺好的。哎，哪里好啊，万般唯有读书高，哪里有做学问的好啊。行行出状元嘛，你看这小铺子被小健哥打理得多好呀。哎，真是。哎，李振斌。哎，好，把这个拿走，拿走吧。不用了，奶奶，这个钱我给你放这儿了。哎呦，谢谢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怎么不躲着点啊？你怎么了？怎么恍恍惚惚的呀？你不会发烧了吧？一会儿你回家量一下体温，千万别发烧了，啊！东东，阿姨，叔叔。你爸爸妈妈去吃酒席去了？哦，他俩出去吃饭去了，留我一个人在家里复习。晚上就跟我们一块儿吃吧，啊，一块儿把他带过来。一会儿去我们家吃饭。哎，